今天来到 Matanza Street Winery， 在这边附近呢有300多间 Winery， 所以怎么能够不来其中一间呢？这一间呢是就在我们酒店附近的，然后是我们酒店 recommend 的。我们能够有 complimentary 的 wine tasting， 然后已经尝了2杯白酒跟3杯红酒哦，是很美妙的。